大家好，评审老师好，我们是狂人地下乐团。我先介绍一下我的团员：立阳、哲伟、初阳、阿嘎、杰哥，还有我们。我是今天的主唱严一文。我想讲的是，今天我们要唱的歌是《解放》，它是为什么要写这首歌？是因为我其实之前参加过电视的选秀节目。然后发现里面有太多潜规则跟规则，然后其实我在那边唱歌并不是很快乐，然后才发现我其实还蛮怀念跟想念跟这些狂人们在地下室练团的日子，无拘无束的。然后今天这个解放送给你们，谢谢。